山东卫视2018狗年春晚29日在山东济南录制，现场大咖云集，罗志祥、潘长江、费玉清、谭维维、王小利父子等明星大腕齐聚录制现场，贺新春带领观众们一起幸福出发。此前，前央视主持周涛作为本次春晚的重磅嘉宾惊喜空降，首次执掌卫视春晚的话筒，引爆全场气氛，把浓浓的年味带给大家。国嘴周涛首次主持卫视春晚，美翻观众。作为春晚最神秘的大咖，29日周涛被目击抵达济南，一大群粉丝抵达山东迎接偶像。该新闻已经爆出，一直悬而未定的神秘大咖似乎落下实锤。不过当周涛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舞台的时候，依旧收获满座惊喜的尖叫声和掌声。而与他搭档的主持人则有音浪小队成员阿素、美琪以及主持人王小龙和主持人伍思佳，这样的主持阵容新老结合，营造了非常好的气氛。今年歌舞节目同样惊喜连连，亚洲舞王罗志祥作为新朋友现场即兴开唱，老朋友费玉清登场后再度创新，还有灵魂歌者谭维维霸气献唱。春晚钉子户潘长江新晋实力派喜剧新星贾冰，去年登上春晚的王小利父子、德云社高徒张鹤伦、郎鹤燕、大碗娱乐合欢许君聪、吴秀波的黄金搭档来袭等，将表演多个有关养老、买房等社会热点话题的节目。